看哪有没有追过来！别别别！快点！先看看他们什么技能。这个金毛狮王跑得好快。 为什么？凯哥已经把他杀死了，直接用武的武功，一二三木头人，一二三木头人，谢轩。 天哪，这是什么技能啊？怎么有这么变态的技能？什么情况啊？你们？我被锁定了。师哥，你下来帮我捋一下头发行不行？哥，你可以吗？什么？我撕你的话，现在啊？那我先跑了。那我也跑。哎哎，这就来了。喂，你这欺负伤残人士，这样不好，你这不好。 你欺负健康的去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江湖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：“今日留一物，他日好相见。”但是我们最后也要结束啊！对，最后我让你撕，但是在愿人我不骗你，愿人还可以复活，愿人宋雨琦复活，完了，他肯定来撕我。 现在有人使用超能力将你复活，需要喝下这瓶带二标的安慕希就可以。我继续在监狱等着是吗？等一下，保重。我一定把凯哥，我一出去就冲他使上。不用，你就把功能使到三个人身上，让他们同时去撕郑凯。 凯哥，你等着，漂亮吗？谁谁谁五分钟之内去撕这个？看我的吧，我现在我不能软了，我跟你讲。但是你的超能力就是失去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？那你出去干什么？那我去干什么？我就只能撕，是不是？那我两分钟就回来了呀。那你出去干什么？一会儿等我，加油！我复仇回来。加油！凯哥，你给我等着。 没人复活我呢，这样春饼复活，Lucas，保护我一下。但我现在已经还有最后一个，那如果我还不撕的话，我就白了。什么情况？这样，哎，师哥，救命！要不直接把它结束好不好？圣之不武啊！等一下。 在我死之前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帮我的头发捋一下。好，帮你头发捋一下，我不参与，行吗？别动。好，你们俩不是有奇怪的东西吧？舒服多了，完全的没有，舒服多了，舒服多了。师哥，快用啊，快用你的技能啊！我真的没有，我以后不帮你了吗？你快用一下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 啊！死啊！大家看到没？你为什么那么安静啊？我有什么办法呢？结束了，真的？是真的死了吗？谢坤正凯二，谢坤正凯二，谁？二，耶！ 燃烧的小宇宙，我们这回稳重一点好不好？谁把我复活了？
来到复活的寿春饼一拜，哎，baby姐，欢迎回来，你跟谁啊？哈哥，哈士奇，哈哥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被郑恺他用魔爪抓我的脸，把我的头饰撕掉 ，Oh my god！ 谁帮我复活的？我是救死扶伤，我可以让你复活。你让我复活的？对。哎，那真的是我是把你跟晨哥牵在一起的人。还有谁啊？那卢卡斯、聂远。那我们去找他们。你三个先把他们，我们三个老弱病残。咬咬牙吧。我一定要亲手撕了卢卡斯。希望我救郑恺吗？不要复活他。 他把我撕碎了。这样，如果你要复活郑恺，你只能说服他一定要服从你的命令。复活出来的人只能效忠于你。好，只是让他出来活动一下。好，让郑恺复活吧。美味不可挡，一起安慕希。救死扶伤，郑恺。谢恩，郑恺。 更加复活！啊！什么情况啊？还有此等好事？只有复活的功能。给我也来一瓶吧。给你来一箱，你肯定也出不去。我真的跑上力了，我上那个床上，我倒一会儿吧。我倒了。喝了这罐安慕希。